尤其是在求职这件事情上面，这边目前我们收到的回馈都是非常多的，很多人就是可能就是求运很多年都没有，那来这边找先飞请示过后呢，有应允圣杯的，有上去做到的，大部分都是在隔月或隔两个月之后，我们就收到消息说，哎，他们就怀孕了这样，而且真的是大部分求到的宝宝都是男宝宝。Hello， 大家欢迎回来。今天哈，我们来到的是位在云林土库的凤山寺。那今天我又带了一些我的礼物来，那就是我们现在在卖的老坛粉，以及哈有时候会推出特别产品的，这是茶包，对。然后这都是由我们家生产的。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这边有提供 QR code， 或是官方 LINE 的 QR code。大家再上去看一下咯。 OK， 那我们就来去我们的凤山寺吧， Go。 OK， 大家欢迎回来。那今天呢，我来到的是位在我们云林土库的凤山寺，接下来我特别邀请到我们凤山寺的文书组长，对，然后特别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圣王宫呢，是在西元1635年来台湾的。那根据我们现在所有的资料，它就是由郭家祖先带过来的。那因为以前带来的时候都是家神，那我们开基圣王宫它尺寸非常小尊，它大概只有4寸到5寸中间，那就是以前可能就藏着过来，然后作为家神就是由他们郭家在参拜。那后面是随着时间演进，可能左右邻居啊越拜觉得越兴旺，后来他们就决定在这块土地决定在这里盖庙。那以前的庙就是头盖土，就是用那个泥土盖的，然后面向是面向后面。那是后来在87水灾的时候，圣王宫显灵，突然直接发炉，那大家想说，那圣王宫一定是有很要紧的事情，就关丢问他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圣王宫那时候就交代说，一定要立刻马上把庙里重建改建过。是。那那时候呢，郭家他们的子弟就想说，圣王宫是不会随便乱指示的了，那就代表一定有大事，大家就赶快凑钱凑钱，然后就凑了一个500多块，那边有10匾，那他就是决定说，好，那帮他重新修建。后来在修建的过程中，就是把整个庙体用竹子顶起来。那修建到一半的时候，水灾就来了。那还有那个时候重建，就是整个冲进来之后，只有外墙损毁，神明无损。那所有的神桌也因为要修建嘛，神明是移出去的，都没有什么严重的损害。那也在后来水灾之后，整个再重新改建，然后才慢慢的修建到今天。那那个时候原本是面向后面，我们的这个庙比较特别，是我们是前面是中山路，我们后面是通中正路，所以我们有两个门，就后门也是可以进来的。那那个时候圣王宫就只是说整个庙体要看向这边，那看向这边的意思也是说这边是看向我们主庙，北边在这边嘛，这边是西边，那它就是只是说我们要看向我们的主庙，就意思是说也是一个饮水思源的意思。哦，所以这个方向就是朝向我们凤山大陆石山那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这是这个部分，那其他的话，因为我们早期啊，我们有老主委，他也是郭主委，那时候他很早的时候就透过各种关系从台湾先飞去菲律宾，那再透过一些可能当地的一些关系这样，然后盖那个印章，再从菲律宾去到大陆去，所以那个时候他在回去大陆业主这件事情是尽了很大的努力。那很早期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三尊，就是我们中间然后最右边的大太保跟最左边的二太保，这三尊圣驾呢也是从大陆请回来的，这是在民国51年的时候就来了。那后续呢还有我们里面的二正殿跟二仙妃，那个也是从大陆来的，那他们都是辗转可能透过大陆运去香港，那我们台湾再飞去香港把它带回来。哦，是这样子，都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大的精力。对对对，那我们老主委在这个广德庄的信仰界也是很努力，包括回去大陆业主啊这些的。是哦，在这边跟大家特别提到一下，就是我们这边的主委啊，一直以来都是由我们郭家的子弟，就是所以当初这就是他们家里所拜的家神，那是因为大家可能后面越拜越灵感，所以才盖成这么大间的庙。但盖到这么大间的庙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想要把这个庙里主要的管理人还是传承给郭家的子弟，这样。对，然后是蛮特别的。现在也是用选的啦，但就是说大家还是会，就是还是会决定说，可能大部分还是投给郭家，让他们去经营这样。哦，是是是。那上一个主委跟现在这个郭建泰主委，他们两个是兄弟的关系。是。对。那他们就是在我们那个大殿的柱子左侧有一个狮山蓬道，那就是当初请我们圣王宫来台湾的这一位他们的祖籍。
那包括好几年前我们主委也特别回去再申请，然后去查说到底祖源是不是一样的，因为相传这么久了，其实多多少少可能就算是亲戚啊，就是也是会渐渐疏远这样。那后来查完之后都确定说这个他们的祖籍都是从这个狮山澎岛这个地方所来的，是，对。那包括几年前他们还有办一个回去那边办一个中青联谊会，就是大家要重新认识，重新再接触这样。哦，跟大陆那边的吗？对对对，那个时候好几年前我们郭主委也有回去，就是跟澎岛这些乡亲们大家再聚一聚。那他们在台湾也是不止我们云林土库有，他们就分布在台湾好几个地方，然后大家就是一起联合办一个郭氏中心会，他们就有一个联谊会这样。哦，好特别哦。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后来所查到的内容是这样。这也是因为我们信龙宫的信仰，然后才让这些大家再聚集起来。对对对对对。那我们这里也有一张，就是我们祖庙题的字那一张龙首正脉。对对，那一张的话就是那时候他们颁布给我们，然后就是在广泽宗堂信仰里面有一本叫郭山庙志的书册，它是很重要的，那里面就有记载说当初到底是哪几间先来台湾。那其中有一间是写大邱田堡凤山寺，那我们云林土库以前的旧地名就叫大邱田堡，所以说它是从那个时候就记载。那这一位颁布这张证书的，他叫陈宗和，他那个时候是狮山凤山寺的副主任委员，那同时他也是狮山县志的编写者，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颁布了这张证书，然后包括这一块龙首正脉匾额。那左边的落款呢，他就写说那个时候是我们入伙安坐第377周年，就印证说我们的圣王宫确实他的精神是很早期由郭家他们带进来的，但是是因为后续包括我们十年前有主梁断裂的问题，所以整个主梁掉下来之后，庙体是整间敲掉重建的。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看起来整个庙体是新的，但是我们的神尊金身却是旧的。对，是因为这个来历。哦，了解。那等一下可以提供一些旧庙的照片啊，还有这些相关资料给你做补充。好的好的。对，我们这边也有，就是刚刚有稍微提到，就是我们这边的大太保到十三太保。哦，对，我们有另外雕刻，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十三太保，也是因为早期土库就是大部分都是拜广泽尊王，那我们的体系内又更特殊，我们有五个王，妈祖有六个妈，这大家都知道，是大妈到老妈嘛。对，那我们土库的圣王宫有短王宫、李王宫、三王宫、苏王宫、国王宫，就分五个。那这个是据说是早期他们有在办事的时候所演变出来的，那就是后续呢我们来的第一对太保，就是我们这个51年来的大太保跟二太保之后，可能就是陆陆续续早期在金身管理上也有相较的不当，可能就是这边知识学识也比较低啊，都没有很清楚的记载说神明被请去哪里做客。那后续在几年前呢，我们十三太保也是有指示说要重新供塑十三太保的金身，那这个跟相对每个地区的例子不一样，像南部啊跟这边他们对于广泽宗王的体态跟形态有不一样的解释。是，那我们早期的话都是说圣王宫如果手放膝盖，两个手放膝盖，在我们这边就称广泽宗王，那有一个体态是他的手抓腰带，对，就是抓在这个胸口这个腰带，那我们这边就是称手拉腰带的是十三太保，但是可能大家有不一样的解释跟说法，每个地区的那个讲法不一样。对，那我们十三太保也是只是说既然这样他们就有招标厂商嘛，我们就请厂商来招标，他们就选了现在这个雕刻师，那也就显灵，按照那个资料表上写他们的职位、他们的坐骑，按照他们的资料去雕他们的圣像，所以我们现在新的十三太保他们的精神是非常不一样的，有别于过去手是拉腰带，他们是不同的体态，但是因为是重新工作，现在就大太保到第九太保，我们十、十一、十二、十三四位还在努力中。没关系，对，帮大家留下一个伏笔，下一次还会再来。对 对, 對，还有下一次，还有下一次，到时候如果开光的话，还是怎么样，就是还是会再让大家知道，让大家一同参与。然后我记得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个非常大的活动，就是我们台中的中福堂。对，那来到就是我们土库凤山寺这里，对，迎娶我们的妙音仙妃。是，那可以请我们的文书组长稍微帮我们提到一下是，是这是什么的？这个缘分是他们是丰原金虎爷会的分会，那那时候徒步来到这边也是缘分进来这边休息，那我们大家在聊天的过程中提到说哦，他们也有侍奉广泽尊王，他们是台中中福堂，那后续就大家都觉得说哎，相处上都很融洽，那他们就决定说要来这边办理会香。是，那在会香放香条的过程中聊天就有提到说他们的圣王宫现在是没有仙妃的状态，
那我们这边一直都有分灵的广泽庄王跟妙音仙妃，就是都有雕起来，随时你要来分灵都可以。那就是有一尊仙妃，她很特别，她已经历经好几年，很多人来跟她请示，但她都不愿意跟人家回去，所以说她已经是历经很多代了。那朱伟就突然想到说，会不会这尊仙妃是想要去中福堂发挥？他就请宫杯下去问，那仙妃就出了六个圣杯，指示说他要去中福堂。那我们就赶快跟中福堂联系，中福堂也去问圣王宫，他们圣王宫也印三圣杯，说想要跟这个仙妃就是结为连理，一起发挥这样。那我们朱伟也是破例首次赠送他们，所以这尊仙妃是以我们这边开庙以来的例子的话，是真的第一次自赠分灵给他们。那一般分灵大家的仪式都比较简便，可能就是来这边啊，然后就简单请回去。请回去，对。是他们非常用心，思虑到说疫情这么多年，很多人结婚也越来越简单。对。包括现在要古礼迎亲几乎是看不见，所以他们非常用心安排了一个很盛大的古礼迎亲仪式，包括请牛车啊、托嫁妆啊、托聘礼的米之类的等等。那我们最后还要把这些聘礼的这些米捐出去做善事，所以说那时候就办了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然后稍微绕一下徒步，然后就是分这个喜气跟喜悦给大家。哦，对，听起来很特别，真的是很特别、很盛大。那个时候，听说我们土库峰山寺这里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圣妃殿。对对，然后接下来就带大家来去看一下。OK OK， 没问题。那我们会有这个呢，其实圣王宫跟妙音仙妃他们在典故里面本来就是夫妻，那在台湾有。第一个办这个盛请的是在高雄的飞凤寺，他们有台湾第一请，那就是在前两年的时候，我们圣王宫指示说他想要把这件事情复刻回来，在十三凤山寺的开基殿后面也是有这个盛床，那我们主委也是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赶快去办理，那圣王宫也非常神威，这些所有的古董这些设备都是圣王宫亲自指示去找出来的，那有这个床以后呢，圣王宫跟仙妃也是指示说他想要赐福给诸多信众，那这个床不论男生女生都是可以来祈求的，那有些男生呢就是来求事业求改运等等，女生就是求子求姻缘占多数，那就是来这边只要宝宝有一个圣杯就可以上去坐上去加持，那所以在这个目前为止我们办理一年多以来真的是非常多神迹，尤其是在求子这件事情上面，这边目前我们收到的回馈都是非常多的，很多人就是可能就是求运很多年都没有，那来这边找仙妃请示过后呢，有应允圣杯的，有上去做到的，大部分都是在隔月或隔两个月之后，我们就收到消息说，欸，他们就怀孕了这样，而且真的是大部分求到的宝宝都是男宝宝，我们这边最近收到非常非常多的回馈。那这个盛情呢，除了盛床以外，我们里面还有仙妃的洗脸台跟梳妆台，还有一些橱柜啊、时钟等等的这些古董，那就是也是意义是说，这就是妙音仙妃的房间，那我们上去做是请他帮我们加持，让我们的运途更好啊，还是你祈求的事项啊、健康等等，请他帮助我们，然后帮我们加持这样。那这边就是我们的圣妃殿，现在来带大家看圣妃殿里面的环境。那这边有特别介绍到圣妃床使用的方法跟祈求的东西都有在这上面。那大家如果有不了解的，也可以询问我们庙里面的人员，就是圣妃床。然后呢，这里有像是我们古时候早上起来盥洗的，应该是水盆吧。还有这里呢，有刚刚我们主委有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其实这里的化妆品都是由我们信徒来这边，然后有所感应的时候呢，大家都就是比较了解，可能女孩子比较喜欢什么，所以都会带一些化妆品啊，然后这边还有看到一些指甲、手镯、耳环之类的来还愿。那其实哦，我们旁边这个柜子里面也都是化妆品，由此可见哦，我们土库凤山寺的妙音仙妃真的也是非常灵感啊。我们文书组长想要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一尊我们出教的圣王，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就是圣王宫呢，他其实在几年前出教的过程中不小心去刮伤额头，那时候我们有请师傅来帮他补，补完之后师傅都有交代说可能我们要用贡墨熏一阵子，他脸稍微变黑一点那个痕迹就会看不见，那时候也是顾虑到说香品有很多种，可能有沉香啊、檀香，那个油脂都不一样，后来圣王宫就指示了一个成分，
那调配出来之后，这个味道很特别，它是带有花果香跟中药味的一个香品。那我们就照圣王宫的指示用这个香去熏，那大概很短的时间，它一个月而已，它整个有刮伤的痕迹都看不见了，可是它也没有因为这样变得很黑，就还是一样是红脸的。那这个香品呢，我们就默默的自己使用，就没有特别跟大众公开。是后来我们用了两年，那慢慢的很多香客来就有讲说梦到这个圣王宫，梦到他的金身形象。那大家来都是讲说配了一个花果香的香味，那我们听到的时候就想说，哎，该不会是这个香品吧？我们就都点给这些香客闻。那那一阵子非常非常多，大概二三十组人，北部的也有，南部的也有，他们来都有讲到这件事情。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跟主委在讨论的时候，就想到说会不会是圣王宫想要显神威，所以他让人家知道说有这个香品是他的专属香味。后来我们就请示之后，尊王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香品他未来要作为他的专属使用。那我们那时候请示圣王宫，他就说他先不要让人家知道。后来就默默的这样子使用了两年，这两年内累积了非常多人，都是因为梦到他，或者是说可能他们去别人的神坛降价啊、办事的时候都带这个香味。那在今年的农历七月，圣王宫就只是说要让人家知道这件事情。那那时候我们一公开的时候，超多人都问说他疑似好像有闻过，那非常多人就陆陆续来求证。那没想到真的是超多人都有闻过这个味道，而且都是这一支香。那圣王宫就取名赐名这支香为凤山香。那后来在今年农历八月的时候，圣王宫就只是说，因为很多人他们想要在家里也拥有这个味道，那就只是说可以开放信众认购这样。那后来也很可爱，这个香有非常多奇特的点。它在这里点的时候是花果香中药味，可是每个人带回去家里点的反应都不一样，那就很奇特。它这个香品会随着不同的环境去变化这些味道。那也曾经有一次庙宇在请公事问公事的时候点，结果可能在请示的过程中，圣王宫生气，我们讲得不清楚的时候，这个香瞬间就变成很像臭灰搭的味道，就烧焦味这样。那大家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好好的会这样？后来就请示圣王宫才知道说，原来是问的方向错了，可能他在生气不开心。那找到原因问对事情之后，他就瞬间又恢复正确的味道。那这个香呢，大家有认购回去的这些信众，他们的反应也都不一样。哎，家里的神明啊，有圣王宫没有圣王宫，还是说拜妈祖拜什么神？不同的地方点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那最神奇的是，这个香就是通通都来自于同一个袋子里面装出来的。所以这在我们最近呢，在今年度是非常非常多人买，然后非常非常多人回响的一个神迹。那个香粉还有吗？有还有还有。我也想要买，等一下可以试试看，这真的很神奇。那后来也是有照圣王宫的指示，我们在今年这个月就是把它演变成线香。它原本是供墨嘛，那我们现在做成线香。只是因为还在不断的调整包装，所以现在呢也是只有拿来送人啊。我们就是在十二月四号中埔堂迎亲的时候，我们也送他们十二斤，就是给他们优先使用。是。那目前为止我们是还没有开放，但是可能会在十二月底就是正式开放，大家一起认购、认捐、认买这样。哦。对对对。了解。OK， 大家如果想要回家测试看看到你家会是什么味道的话，欢迎来，可以来这边试试看，对，来认购。对。